放枪。白皮，红烧。鸡脚，鸡脚，天哪！来吃饭。哇塞，都是这样打法，那还得了？共九，解问。五条，很甜哦。是啊。这个想一下，一条，发财！哎呦，我单做顾问了。对呀，慢慢。那么难吗？有点，对呀。谁教你？问谁啊？你后面有人吗？好，鲍比昂。是。是。大脑数一个。九条。四条，南风，那耿秋他们不能放炮哦。九条，放炮一万我就归零啊。控制好啊。赛。焦饼，四条，看不懂，八条，二条，哇塞，太感动了！你打过的，来吧，谢谢。你们过完只好这样跟着混，高大的站。只有你这么聪明的人就懂，我最喜欢你这种聪明的人。我还没拿起。所以你记住，你要打就打九条，打八条。六饼，那就不要打。上来，吃吧，碰碰吧。那就进来坐。一条，一条，你看什么？一条，一条。哦，我打了，对，你打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对不起，脑筋不好。
哇塞，怎么摸到这张牌？这张牌只有他要，他们两家不要，只有他要。我爱你。高了你差3000块。四饼。西家也不要。他们两家不要，还一看就没。四饼。还没有，怕放炮。下车了，这么快就下车了？开慢一点。动。他们不放炮，就是要不要你自摸，他们也不怕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差别在这里。二条啊？没有啊。七条。这个牌怎么给打七条啊？我们是来分手。哦，没有没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对他忽然就好像有仇？他本来牌子要过去的，你要等牌子飞过。小心点，好，自摸进来。如果我们自摸，他们有没有归零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归零。那你们分数往上加。打什么东西呀？打什么东西呀？打酒饼，对，什么东西？哎，酒饼，酒饼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你这边，这边那怎么样就没有了。那我胡说八道。酒饼是你两张的。对呀，你两张酒饼的。没有，你什么没有？我讲你牌给你听，不要吵。好。566899比摸了一个七条，他摸的是这样，这样。哎，这个牌要打打什么？打六饼，打六饼一上听嘛，可以上四七饼碰九饼，对不对？吃七饼，吃碰七万。他呢？他就打一什么？他打八饼。对，我知道。八饼吃了。高大哥吃了。高大哥吃了。他好吃。然后结果呢？他又是他摸了一张七条，摸了一张七条，不打。他把七条留着，不敢打。他打球，我又把它吃了。对，为什么鸡蛋不敢打？没有啊，因为球饼，因为我去看对子多了，然后我想说你那边有一张，他那你的七条，那我就没办法对啦。那你的七条，那这个牌你本来就应该打六饼的牌，你早就下六饼的牌啊。我刚刚六八的考，高大哥那个牌烂透了。对啊，我说你都没有办法出来。高大哥是这样哦，高大哥七八九就这样，他带多带一个，带一个大肚子牌，多大肚子牌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这样，多一张七筒，我是这样的牌，七七八九就这么烂那个牌。那你是九饼一对，他打一个八条，他先打一个八条，我就先把它一吃。对不对？你打六饼，他要八饼中动嘛？对啊，六饼我不敢吃。那六饼他吃三六饼，他吃五七饼有可能啊？没有啦，他现在没有，有可能这样吃啊？嗯，有可能不能，怎么可能这样？当然这样吃的，他一定这样吃的。吃了再上二五，这把注定是文高大哥的，因为我一四还有五张牌啊。不是不是注定谁，这个牌他早就听牌了，他打的话早就听牌了。来牌倒下来，想太多了。这张给我刚好啊。来了，你瞎想啊！哎呦，不演了，我的三万，对不起各位。他是一上听的，我是最绝招啊！哎呦，他这边两张，然后留了一张。我这个是你干嘛？明明就被你搞死的。独定一个，你自摸三分，九分，恭喜你。所以我想打麻将的时候不能怕，对，看人家没有听牌的时候根本就不要怕，你要断人家有没有听牌嘛，听牌再小心打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场，自摸一台，中动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九台。第四场，像是15000对。